哎，我是博士，哇，今天刚好给大家看一下，来到南港这个地方，算是有点像，怎么那么多台福特车友，然后微车距一样。嗨，这是我们熟面孔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光成格子，对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在社群上非常活跃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他。听说这个南港是新厂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新厂，恭喜。哎，谢谢。跟大家介绍这个环境，其实我刚刚有到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对，这边主要就是我们在去年规划。哎，嗨，车友。规划了一整年的时间，那这边有结合我们的银星汽车美容跟我们的光成的施工中心。哦，你们跟美容一起的、啊？对。那不外乎是美容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些铝圈啊，或者是底盘。对，我觉得这样蛮好，就是有点一条龙，一条龙服务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一条龙服务。然后这里，哦，这很漂亮。对，配合的品牌。对，这边是我们所有的品牌，几乎都有了。对，那我全省大概80%的品牌都有。对。而且 Kevin 有这个社群，对，我的社群，我的格勒子的咨询群，也欢迎大家去点。OK， 我放下面给大家点。然后这一区是，这是我们的客休室。客休室，对，不是，刚才进来看一下。客休室，对，这边是我们的客休室。那这边主要是提供给客人，因为有时候想车主想要在这边做休息或者是使用的时候，对。他们需要一个舒适的空间，舒适的空间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还有自助式的，对不对？自助式，那未来这边可能还会有一些自助吧。对哦，对，比如说客人在贴隔热纸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享用餐点，对，还有咖啡机，我们有胶囊咖啡限量版。哦，哎，我看到后面，对，也蛮漂亮的，很漂亮。这样总共搞了多久？可以搞了大概规划了一整年的时间，一整年，从动工到完工大概规划了做了三四个月有了。三四个月？对，做了三四个月。而且这个地方我觉得还蛮好，算南港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南港的后面，在中泰汽车旁边后面而已。对。不错。然后这一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对，那这边呢是我们的私区，就汽车美容的部分。那它可以做镀膜，那我们的镀膜，我们的美容比较特别的是提供凌晨服务，有需要凌晨就可以过来这边做施工。那因为有时候想要说凌晨来这边做施工，老婆大人比较不会去做限制，这是 OK 的。那我们也有北部的代签服务，代客签车服务。那干区的部分就是美容完之后呢，就提供了一个车美墙。这完美墙，对，这边对就是我们的美墙。这是你们用喷漆的，是不是？这边都是我们用壁贴啊，这是用贴的，对，用贴的，好逼真哦。对，真的，真逼真哈。不错哎，然后你们输出，然后贴上去，对，输出贴上去。那这边就提供给大家去做一个拍摄、拍照，然后以及隔热纸施工。其实车子在那边施工，然后这样拍，很漂亮，蛮漂亮的，对，很漂亮，漂亮。然后上面的灯也分三层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上面的灯其实有做过一些设计哦。对啊。好，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预约的话，就直接我把 Kevin 的连接方式放下面。好，然后另外刚好，嗨， Hello， 这是银星汽车美容的创办人，对不对？是叫小赖。对，我叫小赖。而且我刚刚看到，哇，你真的给戏很多哎。对，工具很多。对，像我看到这是亚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亚当，然后 Sonus，所以这些产品基本上你都玩很久。对。Sonus 玩了大概有7-8年。对。那亚当玩了大概1-2年。而且我知道亚当的产品蛮多的。对。对不 对， 对。像我们这边我基本上都是有用那个亚当的 QD 啦。QD、哦。然后它的镀膜剂啦、哦。像这个 9H 的。对。9H 的 Copy、哦。对。那它这个是银标的部分，它有分银标跟金标。对，所以这边来这边的话，都是采预约制还是？采预约制。OK。所以你们这边主要做的服务就是镀膜居多，镀膜居多。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洗车打蜡，洗车打蜡都有，就对。对 ，OK。好，刚好遇到这位车友是叫蜜府。是的。OK。刚好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听说你们180，哎，这是什么？180旗舰？21.5年式。X 版，哎，对。然后你说喇叭遇到什么问题？原厂只有附一颗而已啊，只有正常应该两颗。对，一般我们的概念上应该觉得应该是要两颗喇叭。OK。当然，它21.5年式的话，基本上喇叭原厂只附了一格喇叭。哦，好。对，是。那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个地方吗？对。所以这个地方你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我后来是到网络上买了欧规的那个喇叭插头，对，1:2插头，这个插头，这个插头，对，它1:2，接了两个出来，是，然后自己再买了那个
角铁回来加装，所以变成现在就是有喇叭是有高低音。哦，所以原本的喇叭声音是比较单音，比较单音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太干了，有点烈烈的感觉。OK 是。哦，然后你就把它锁在这里，锁在这片上面。对。哦，然后再接哦，所以这样一颗两颗这样子。对。哦。所以现在就会有高低音，比较会有立体音的感觉。嗯、这个是喇叭嘛？刚提到喇叭。原厂的话就是这个。所以另一边有吗？有。另一边也有。就是180被偷了。180被偷了一颗。完全不晓得，重点是连为什么会这样，好奇怪。不知道啊，因为连线组都不见了，整个线组都没有。对，嗯，正常正常是找不到这份线组啊，它完全没有线，嗯、完全没有线。这有办法自己加吗？加在这里，那就是变成一对二分过去而已啊。哦，拉过去这样，变成对吧、啊？用拉的这样子。包括什么原厂会透出的东西，真的是，因为真的没看过你多少，因为一般车子没有看过这个独立，除非它是那个独立音箱，那个超立体，对，没多少钱一组，没有啦，应该说车子如果卖的多啊，你一组少个300块，然后量一大就有差了，对，量大其实就有差了，毕竟你肉端的多，那只能从别地方把你偷掉而已。刚才就是这个嘛，这个因为它原厂是会贴到灯嘛，对，原本是这样子，原本是贴到灯座，原本的是从这边绑啦，所以你绑的话，你这边中心点就是往这边往里面移嘛，对，那我现在是把整个束线带移到中间来，那整个线它就往外扩，这样就不会有摩擦。可是如果说像这个长期跟这个灯座粘贴在一起，会发生什么状况？就是它会慢慢的。把你的皮慢慢的磨，慢慢的摩擦，整个磨掉，整个磨掉，磨到久的可能会破掉，就破掉了。对对对，就会有这种风险在。Okay. 然后刚刚在包的东西是这个吗？对，这个主要是为什么要包？只是稍微让它冷凝水如果下有滴水的话，下面的螺丝不会直接滴下去。下面螺丝是什么？这边有些螺丝。哦，你说碰到水，它会生锈是不是？还是对，有这种可能。然后下面还有一个，就下面一个大颗的。OK， 那个会更直接，会听到， oh. 所以就是防止这几颗螺丝被它的那个水。OK， 把它竖起来就对。对，稍微把它保护一下。这个是什么样款式才会遇到这样的状况？基本上目前应该是250、180都可以装。180是裸露的吗？250都有啊， 180我没有特别看过、啊。哦，250，反正250就是250基本上都是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现在摸到都是250的。哦，你现在也摸到都是250。对，我以前看主要是250都有在包。所以目前有生锈的案例吗？旧了会，新车可能还没那么明显、啊、可是旧了可能会比较明显，会那个地方可能会比较会很明显被水滴那侵蚀过的痕迹，对，那这种毕竟这种东西你被水锈蚀过，你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换也不知道，还是减低这种几率而已。Okay, okay. Oh, okay, okay. 好问题，所以这可以隔热啊？对，那就是。上面都有啦，它是-20度到120度都可以用。哦，对，那进气歧管这些隔热、冷气管隔热这一种，这个东西叫什么、啊？我完全忘记它那个叫什么名称。哦，隔热专业的名称我有点忘記。啊，像一般这个要在哪里卖？五金行会卖吗？五金行不一定。是哦，要看。是一般的，但是大概是那种汽车冷冻材料那一种。哦，汽车材料、汽车百货。对 对, 對可能会有。汽车百货不一定，可是要可能要专门卖那种冷冻材料的才有。OK。然后一般这是上网直接找的啦。OK。上网找会比较快，因为店家通常不太会卖。嗯。